好，总之呢，今天是要来玩新的手游，这个《决胜时刻》。我要简单模式，游戏天才都用简单模式。哎，为什么好友跑了？这其实很好玩哎，他一分钟、两分钟就玩完一场，还是五分钟？地图好大！哇，这些敌人强了不少哎，我的天！哇，哇哦，哇哦！这里的敌人突然变好厉害哦！哇哦哇哇哇哇哇！开个飞机，开飞机！哇哦，开飞机开到一半被炸死，我的天！是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很猛哎！你们仔细看我刚刚操作，超厉害的好吗？超猛的！哎，我是认真的在厉害，好不好？预约下一场，可，等下大家自己拉我好不好？你们可以先互加好友，然后等一下拉我，我让你们带，我就让你们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但是你们等级比较高，我遇到对手比较强，但我比较弱、欸。哎，我要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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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怎么到敌人的那个地盘里？哇，好嚣张哦，跑到我们地盘来了。我就是枪不够强，要不然我真的很猛，好不好？被武器限制住，但是我觉得呢，就是不看武器，纯看走位跟那技术啊、开镜的射法，我觉得我很猛啊。好，我的队友都很强哎、欸，那对面也会很强吧？好可怕哦、喔！我是一个刚刚才玩完新手训练的孩子，不要虐我。然后下一秒钟啊，真的被杀！我本来想说，我本来剧本这样，我是新刚从新手坑离开的孩子，不要虐我。然后下一秒钟杀掉三个人，三杀，结果直接被杀爆。哎，可以蹲哎！各位，好消息，我刚发现可以蹲点，他们完蛋了。高手场太高了啦，不行啦，我还是跟电脑打好了。狙击有种出来面对啊！好啦，输了输了，我们可以内战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就邀请朋友吧，开心就好，赢不赢不是重点，开心最重要，是不是？好啦，看有我这队的会不会赢呢？我是随机邀人的，所以可能有些人是新手，有些人是老手，不一定。哇，是我是送头仔啊！哎，没有充到电吗？哎，赢了，莫名就突然赢了。这个东东非常的厉害，恭喜东东是这一场的 MVP。那我们先来访问一下东东得到 MVP 的心得感想。东东，你觉得你这次得到 MVP 是感觉如何呢？好，东东觉得他非常的厉害哦，就是因为觉得就是我们校长尼鲁非常的强，是非常厉害的 support。如果没有尼鲁的助攻的话，他没有办法拿到本场 MVP， 也没有办法赢得这个游戏。我们玩下一个模式看看，僵尸模式哦，我还没玩过僵尸模式，不知道可不可以跟大家一起玩。不要英雄难度，普通难度 ，OK， 好。普通难度应该不会很难玩吧？哇，我是快死啊！啊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队友救命！哎、欸，快死，还是可以用手机打人呢、欸。哦。生物虫虫合体，哦，有够恶心！
都是你害我倒地了。队友救命啊，队友啊，不要来不要来，这里有蝎子啊，我死了。死着的时候赢，等一下就是这样，我先选排位低的再选排位高的迫降战地来吧。我看到人，我看到啊，我直接死掉了。哦，你用什么狙击枪啦？哎呦，我本来要杀掉那个的，等一下，你让我杀，你让我杀，耶，赢了，呀，我从边边绕后，我的战术就是从边边绕后。我们输了，游戏天才是我。哒哒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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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我真的觉得我很猛哎！我跟你说，我是昨天才载好这个游戏，然后玩一下下，然后没有想我今天就这么猛了。真的，我真的觉得我超级厉害。哎呀，先被杀掉了，位置不好，位置不好。哎，杀了一个，但是他。啊，他是无敌的，太深入了。哎，为啥？为什么？怎么那么难？同一间，耶！哎呀，背后有人！红色是坏人的意思吗？哎，真的是。哦，赢了，耶！我这一次直播连脚本都没有。好啦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好，等一下。